首先呢，就是开启旧档案先啦。在我们摆档案的位置找回我们的 Word 档，在这里就是见到 PowerPoint， 那呢就在这个所有 PowerPoint 那里呢就按一按，我们要见到所有档案，按所有档案啦，跟着开回这个 Word 档，我们 double click 或者开启就可以了。开了这些歌词出来，跟着我们设计一下歌词，按设计啦，設計裏面很多好多個款式可以揀嘅。我哋今次撳新聞紙，新聞紙咁咧嚟設計套用咧，通常咧都係版面套用咧會係套用嗱，俾你睇翻套用最尾嗰張嘅嚇，最尾叫做標題及文字，記住咯喎嚇。所有所有投影片咧，今次都係套用咗標題與文字嚇。標題與文字，即係一間咧，標題與文字嗰張咧就唔好刪除。檢視去翻舞片啦，去檢視舞片。嗱，去翻呢個舞片嘅版面。嗱，呢張咧就係嗱，佢唔可以刪除，因為呢張投影片叫做標題及文字啊嘛。咁樣即係。對上那些我們可以刪除了，那最後二個章我們選取一章先，跟著按書，跟著到第四章按書，跟著選取了它，刪除了這些先。現在剩下四張投影片，第一章這張呢就可以套用到所有投影片的設定的，那我們做了第一章 的樣式先。第一章的樣式就是我哋首先就插入一個，插入兩張圖片先啦。插入圖片喺檔案嗰度咧，就喺翻放圖片嘅位置揾翻啦。再插入多一張插入咗兩張之後咧，擺過啲啦，咁就兩張擺過啲，咁就兩張都睇得到啦。跟住咧就係咁標題嗰度。這個叫標題，這個是文字內容嘛。標題那裡呢，我們將個標題拉到貼邊，兩邊左右邊都拉到貼邊。文字呢，我們就將它置中，文字將它置中呢，我們按常用那裡才可以的，這個就是文字置中了，我們按一按，文字就置中。其實這個是範本來，所以呢它有寫著按一下以編輯舞片的題呢，這樣我們是按不到的，因為是 PowerPoint 投影片才看到那些文字的，這裡是就這樣的，給你給個樣子，你設定了它的格式就可以了。第一章做完之後呢，就第二章就有標題，標題啦，副標題。首先呢，我們呢就插入了一個音樂先，插入音訊從檔案揀首歌，首歌啱啦，跟住我們 double click 佢落去，就等一陣佢又會出到首歌啦。呢首歌我們俾你清楚啲睇呀，呢首歌我們嘅設定就係播放嗱，呢度開始按一下，我們唔係咁樣，我們要跨投影片播放同埋呢個放映時隱藏，撳咗呢兩樣，即係做咗呢兩個設定啦。跟住我哋就標題，標題要俾個動畫嘅動畫，但動畫咧呢個有動畫窗格啦，嗰個有動畫窗格啦。咁我哋呢度就係向最盡嗰度拉啦。咁我哋呢個動畫嘅名稱叫做圖案圖案你做咗呢個圖案動畫啦。跟住呢個圖案動畫咧就係與前動畫同時，期間是兩秒都啱啦。如果我哋可以佢慢啲都得嘅話，我哋改不如改五秒，咁樣撳個五字咧，佢就會彈到5.00噶啦咁樣呢個延遲我哋唔使延遲，所以唔使撳嘅。咁啊，跟住副標題副標題我哋都係拉到最落。今次咧係縮放啦，呢度縮放
副標題就係縮放啦。個就係、是、接續前動畫，因為接續頭先個動畫叫接續前動畫，呢、這個就跟住咧個期間嘅秒數咧係都係俾佢五秒啦。我而家0.5秒，我哋俾佢五秒，打個五字就 OK 噶啦。咁啊，做完之後咧，即係呢版都做完啦。呢版做完之後就到第三版。第三版我哋淨係選取個標題啦。咁呢個標題喺呢度嘅，呢個文字內容嚟嘅。呢個標題啊，我哋選取個標題先啊。選啲標題俾個動畫佢。第三版嘅動畫就叫拆佢，係拆佢咧有個效果嘅。佢咧效果選項咧係向上喎，我哋唔要向上，我撳翻呢個下拉伸箭嘴先。咁啊，我哋字咗。按一按字咗，個秒數呢，我哋今次俾兩秒啦，兩秒，按一下我哋改為與前動畫同時。嗱，呢一版都做咗啦，跟住第三版啦，即係標題與文字嗰版啦。嗱，呢個叫標題啊，我哋都係做標題啫。標題我哋選取咗佢啦，跟住又俾個動畫佢啦。標題呢個動畫咧就係漂浮進入，漂浮進入俾咗呢個動畫之後咧，呢個漂浮進入要點啊？都係與前動畫同時，都係兩秒啊，兩秒。咁咧呢度三張、四張投影片都做曬。咁咧我將想將呢、這個呢張。最後嗰張投影片咧，我哋就俾個圖片佢。我哋唔想愛呢、這個，我想遮住呢兩張圖片。咁我俾多個張圖片佢，咁啊插入嗰度咧就插入多一張圖片啦。嗱，俾呢張佢。呢張圖片咧，我要覆蓋咗呢個投影片嘅。嗱，覆蓋咗呢個投影片。覆蓋咗呢兩個公仔咧嚇，咁仲有咧啊，你可以擘大啲個心啦。如果擘大啲個心唔好啊，肥心啊變咗，肥心都得嘅。咁呢個真頭片整片有個設定咧，我哋喺翻個格式工具嗰度咧啊，格式工具美術效果嗰度啦，撳翻美術效果睇翻先。啊，我想個素描啊，咁啊撳一撳鉛筆灰階咯。按一按它就變成了這個鉛筆素描這樣了，那覆蓋了這張投影片。做完了這幾樣東西之後呢，我們退回去投影片那裡。投影片那裡呢怎麼去呢，就是你什麼都沒得沒退，然後按投影片無片，按一按之後呢有了關閉無片。那這樣呢下回去投影片那裡。咁你點解會整俾張圖畫遮住咗？嗱，因為我哋仲未做版面配置啊嘛。咁我哋撳第一張，我哋話要有音樂嗰張，即係標題投影片。我哋有或者有 click 版面配置揀第一張，第二張至到尾二個張，我哋選取咗佢，即係版面配置嗰度揀標題及物件呢一張。第三張嗱，呢張啱啦，呢張啱曬啦。嗱，呢張咧運套用啱啦，因為係頭先嗰張嗱睇啊，就係嗱，即係呢張啱啦嚇，呢張標題及文字啊。咁做完曬所有版面配置之後咧，跟住我哋就排練時間就係撳投影片放映。嗱，投影片放映。排練時間咁一撳。